OK， 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我大炮啊。今天的话，好久没有做我们雪山的一个39级的一个视频了，给兄弟们看一点不一样的呀。这边是我们雪山39级的一个比赛的一个解说，好吧？那边的话是我们39级也是比较出名的一个物理系啊，这边在争一个第一物理系，好吧？我们说一句题外话，兄弟们最好不要去玩39级，因为玩39级的话不太好，看看视频就可以了。为什么不太好呢？容易被割韭菜，这个兄弟们应该可以理解吧，好吧？有兄弟们想玩的话，看看比赛就可以了。我觉得不要去被割韭菜了，就有很多组织这种39的呀，囤了特别多装备，就等着兄弟们去玩39级呢。就兄弟们，你们应该能懂我的意思吧？就说的话，做视频之前的话，也是先跟兄弟们说清楚，好吧？这边的话，比赛的话是我们39级大唐官府跟花果山的一个争第一物理系的一个比赛。对面的话，大唐官府变得是骷髅怪的一个卡片，对面的话也是一个骷髅大唐。观战番的话，两边的话都带，两边的话首发宝宝都很好啊，两边的话都带着是一个泡泡泥仙，对吧？泡泡泥仙的话也是号称我们39级对39级最强宝宝，39级就跟那个地听差不多，这宝宝嘛，这宝宝人也会很少千军，这宝宝也会很少千军嘛，一回合打4下。OK， 两边的话，人物都没有动手，两边都在保宝宝，对吧？两边都在人物给宝宝顶药，感觉宝宝39级是要比人物更猛一些。OK， 对面大唐官府有小飞镖，还会丢飞镖，好吧？一刀，两刀，三刀，宝宝会横扫千军，好吧？我们先看哪边泡泡您先飞啊？好吧，我觉得其实39级比赛没有什么套路，好吧，带个7-8个泡泡零仙就可以了，真的。你玩个什么盘丝洞，带个7-8个泡泡零仙，对吧？泡泡零仙一边打，你一边禁疗就可以了。观战番连吃药的机会都没有，很少现金了。三还可以啊，300开刀啊，有威力啊。OK， 哎，观战番宝宝好好啊，就对面的宝宝好好啊，又有看性伤害又高啊。我们来看一下对面大唐官府骷髅怪的一个卡片，野兽之力。看一下对面大唐官府扫花果山是个什么样的感觉？这边出来一个雪宝宝，应该是有高级毒吧？这宝宝，哎呦，这泡泡凝仙怎么这么猛啊？这泡泡凝仙感觉花果山一个单头。我跟你兄弟们说一下，这种情况的话，绝对是这个花果山加的繁育加的太高了，就伤害加的不足，繁育加的太高。就花果山觉得跟大唐官府打架，我本身可以叠旗子，可以叠伤害，就不需要把伤害叠得那么高，把防御叠得高一点，对面扫不进来就可以了。按道理来说的话，低等级的一个比赛，花果山的优势很大，因为花果山本身是一个仙族嘛，防御成长会比较高一些。我们来看一下这把比赛，对面的话，对面这个大唐官府提猛，什么特技都有啊，破甲野兽，范夏。挺猛啊，就是不怎么爱横扫千军，好吧，杀气局就是不怎么爱起横扫千军啊。我觉得有的时候，对吧，看一下这种39级的也比较有意思，比较怀旧嘛，我感觉也还可以啊。一般39级打 PK 的话会带300的红药跟400的红药，300的红药400的红药吃完就可以了。对面的话清宝宝清得很顺利，对面这泡泡你，哎呦，横扫千军，哎呦，这大唐官府猛啊，这开刀也是200-300的开刀啊，这也挺猛啊，兄弟们，你看没有，这也挺痛啊，头上面有，哎呦，身上面有碎甲刃了，对吧，挂碎甲刃再扫，你看4刀，这得死啊，兄弟们，这得翘啊，开刀300，这开刀300的话，我跟你说，就39级里面有这个伤害，开刀300的话，这个就相当于我们175里面的空切了呀。你39级代表无级别什么40减一，你开刀300，这算是非常非常猛的了，兄弟们。哎，对面怎么老加血啊？对面换宝宝了，犯水了吗？啊，对面为什么会选择突然换一个宝宝呢？是一个什么意思呢？
感觉有一点点膨胀啊，这个小兄弟。比赛这么玩啊，就我让你一个宝宝又怎么样，对不对？可以，有条件兄弟。关键番宝宝有高贵魂。对面这法宝宝烧过来也挺痛啊，100多点血。对面够下一波横扫仙君就行了呗。关键番顶药。撒气绝先起钻台再横扫仙君。对面这宝宝换的我有一点点没有看懂啊，好吧。这花果山这伤害我操，真的。一个单头99点血，三位数都没有三。玩你还玩啥花果山，这不耽误时间吗？对面横扫仙君关键番反御，还有一个法宝宝法术粘剂。粘一下。没有粘。很可惜，就我觉得这个比赛啊，打到这个时候的话，我觉得观战番的话，其实说句心里话，已经没有什么继续打的必要性了，好吧？真的没有什么继续打比赛的必要性了，好吧？省点药吧，真的。我就搞不懂，同样是玩39级的，为什么硬件差距会这么大？对面也没有无级别啊，对不对？同样是39级打39级，这边一个单头打过去100点血，99点血，100点血还差一点，真的，我都服了，好吧。对面这老横扫将军观战番药不够吃，你懂吗？就我是对面根本就不管，我就扫，真的，哥就扫，就给你扫个大扫起，对吧？对呀、啊，就扫啊，把300开刀。对不对？这就扫起就可以了，真的。宝宝没有跟 ，OK。对面宝宝有高区鬼啊，对面宝宝也挺好，出了一个兔子怪。对面再给兔子怪丢货架。对面应该也很懂观战番是什么样的一个宝宝，应该观战番的配置，我觉得对面只要扫人就行了，什么都不用管了，对不对？管什么兔子怪，就怼着人扫就行了。加官辉开刀400，挺猛啊！这个弹哥，这弹哥挺猛，真的，这弹哥伤害猛啊！又有伤害又有看性，花果山单头也单不太动啊，挺猛，真的，真的猛。观战番连对面的一个宝宝都没有清掉啊！那个泡泡凝仙是对面主动换掉的，好吧？连对面的一个宝宝都没有清掉，这比赛打的，我靠！一刀330开刀，真的，330开刀挺猛了，真的。比赛，我觉得观战番别加血了，兄弟，真的，你听炮哥的，不要加了，真的。自讨没趣啊，真的不要加血了，真的。你给对面刷伤害，你加什么血？好吧，比赛结束，好吧。这一期给兄弟们看了一期怀旧的一个比赛，比赛结束了，好吧。观战番也不要出宝了，真的。对吧，士可杀不可辱，就是这句话，好吧。下次的话希望炮哥能够看到你赢对面的一个比赛，让对面这么专呢啊，宝宝都敢直接换掉，好吧兄弟。下一次打比赛，我希望你能够看到你赢对面的，好不好？对不对？对面还有破血关公，他妈6特技，真的牛皮。下次比赛我们再见，兄弟们。